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的，我想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那个我跟多多经常玩的，在那剧场里面。那很好玩，那个对，是不是？那个叫……你画我猜。我感觉这个游戏大本营也有过。就心有灵犀嘛。好，来，我这个很厉害。那个是可以分组来比赛的。大华跟都灵一组，他俩彼此能懂啊。彼此能懂。月月跟鹏鹏一组。太难了，我们两个。我猜吧。行行吧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我跟沙老师一组。行。我们仨比的是一个题啊。一道题，看谁能最快的猜出来。我要是看别人都看出来了，我跟你说，那是非常尴尬的。开始。第一题是表演题，我们看是哪一队最先猜出来啊？预备，开始。排山倒海。彩虹。这姜还是老的辣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排山倒海呢。我排山倒海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排山倒海呢。我下一题是三个字，这一题首先从嘟嘟开始。你要加油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切，吃，照时间了。下面来，月月继续。黄瓜，三个字，瓜黄瓜。好。哎呦，等等。好，到你。黄瓜条，黄瓜丝儿。好，我宣布老江湖队过来观战，你们没意思，你们坐下来。这干一点黄条，黄丝儿，怎么那么有默契啊？咱们观战了，我洗澡去了。好，下面五个字啊，听好了啊，预备，开始。爱情，七月与安生。我这个很厉害，他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。等一下，这样也我觉得对我们这一队有点不公平，因为公平公平，你我有自信。好，你加油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喜欢你，他也喜欢你，我们两个什么关系？情敌。来。他头上有一个毕业。你怎么了？这是你怎么了？继续表演题啊，两个字啊，开始。可爱，脸红。酒窝。胖。婴儿肥，两个字。哎，那个叫什么？咬鸡。咬鸡。咬鸡。啊！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我瞎了。那不能猜了，我不猜了，我不猜了，我知道了，我。咬鸡，你。继续，装可爱，装可爱，装可爱。老师，我真的很想很想出声。好，从现在开始可以用语言来辅助。来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，你啊，郭美丽，你啊，过分，我的脸好红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脸红？喝醉。另外一种理由，女生见到害羞。对。
我可以比一个吗？可以的。好，我来比。嘟嘟，你坐下。哦，我猜是吗？我给你看一下是怎么比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鹏鹏，你要小声的告诉你哥哥题目是什么题，好不好？认错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表演的这个。你快点，开心花，太阳花。第一个字，到。咦，这个有钱花。他到了什么？到。想想看。第一个字，到。咦，这个有钱花。他到了什么？到。想想看。外面花是什么？不，你看啊，这个太难了。何老师，我们换一个吧。不难，我来给他们做。哎，你看啊，第一个字啊，这个不行，他也不行。炒，做菜用什么？炒，然后我油，油什么？炒油菜花。对啊，我刚刚都做了，我说豆油菜花，外面，这啊，他也说了外面花，你要有自信啊，跟你爸你要放松，看看，你看你后面，不行。有，我的眼里只有鹏鹏。哦，你的眼里只有，我们有默契。我们默契已经建立起来了。来了啊！果汁。Right。耶！什么的大猩猩？心脏，内向的猩猩。Yeah, 啊！ Wow, 我又看到了，是不是？非常好，两个人都非常好。这不是三个字吗？内向的，嘟嘟，你怎么了？我尽力了。我再出一个终极表演题，好不好？终极啊，终极 PK， 我有自信啊，来，加油！好，准备。开始。你在干嘛？鹏鹏，你刚才鹏鹏，你还没有从刚才大猩猩出来，你现在还是……不好意思啊！现在开始，入戏会不会太深？还在。现在开始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这里有个人，哎，好漂亮啊！哦，你真好看。哎，我买单！你别买，我买，抢单这了，抢单！情敌在抢单，情敌在抢单，在什么地方抢单？情敌在餐厅抢单。哇！你怎么看出他俩是情敌？因为他们说刚才这里有个人很漂亮。我说别夹菜，你。怎么可以在喂小孩啊？我们赢了，好不容易。